我做金融行业，这都是恁两个人出啊。啊，咱拢咧工厂咧做工，啊，你创安尼只有干那啥？你千金小姐。啊，你叫我甲你唱歌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么无礼貌！老王啊，你是在开笑哟？你这准备被我们两个亲枪毙了啦！最后把我枪毙了，把我枪毙了，我去见俺娘了。其实我嘛不知影，选择的路我歹行，流浪外乡的我，思思念念，莫搁牵挂，想要过的阿妹一直伴。在，讲真心也得悲伤。